我这部剪精华的时候，丢龙啸可以配哥吉拉叫声，好主意！配哥吉拉叫声，这个鬼点子。九十力，这次也是插裤子跟斗篷啊，万能药也满了。这个等级应该是没什么在挂奥塔，应该都是在打架。有挂奥塔的话，应该等级不会只有66。你们习惯我的等级了，其实等级没那么好练、啊、正常一般玩家可能都大概60出头而已。啊，有氪金的等可能6667差不多，6869是已经很顶的那个等级了。这次如果有在挂奥塔、哦，等级超上去，骑士等差那个运会变很准，他的龙啸就威胁性就会更大。只他可能没什么时间挂奥塔，都在打架这边，先体验一下。因为这只其实我看它机体也蛮强的，再补一些其实就很强了。三指变，然后娃娃全满，纸娃全满，而且还重复一只。其实卡池我觉得算还不错。哎，遇到了，这个应该是别人晕的，因为我龙啸在吸毒。公命应该140-270啊，差不多这样。遇到。那怎么他突然不见？龙啸晕到啊，不够久，感觉也没有保底两秒，对不对？那个一下就解除了，过瘾啊，测试一下。哦，晕到了，有了，好远哦，那个距离好远哦。哦，那边有一只，晕到，帅，只有帅一个字。晕，不晕，干小鸟晕，晕，哇哇，要高潮了，要高潮了，太爽了，又中，哇，太爽了。哇，两个晕，准备送他吃龙啸，吃龙啸，哎、欸、干，小鸟晕哎、欸，0.5秒那种哎、欸，0.5秒就没了哎、欸，下课，晕到，出止步哎、欸，捡起来了，哦，怎么两只龙啸旗，哪一只是龙啸啊？哪那么多龙啸旗？晕到，五黄晕，完美，啊，被石化了，这一只模仿不够高，会被石化。红豆哥，这 ID 好可爱、啊，这只法师，这只流通疯子，这只要先杀。我他们越叫越多人呢、欸，玩完来了哎、欸，晕到。这个是王者之剑，感觉这只跟玩玩集火应该很猛。龙啸，这一只也是龙啸旗哦，听都没听过这只，这 ID 听都没听过，这 ID 蛮好笑。这个不会就是那个龙啸收50000钻那一个吧？太爽了吧！哎呦！你没有看过那个吗？205宝吗？很像一群僵尸哎！恭喜主播龙啸了，晚一点就出了啦。会不会我这辈子只能玩到这一只的龙啸？我那一只永远打不到。麦子叫我来跟你说恭喜，没事啊，玩过就好了。直直养。我们骑士这个等级啊，再配上龙啸奥塔，真的当厨房走。现在就已经没有一团尬的赢我们了。等到龙啸出来，还得了？我这部剪精华的时候，丢龙啸可以配哥吉拉叫声，好主意！配哥吉拉叫声，这个鬼点子。哦，好大一格哦！你们有看到那个血吗？龙啸那个伤害，它不是只有重晕的，它还有伤害的。哇，秋，哎、欸，没中，5秒，再接龙啸。你看，再4秒，
然后这个时候黄晕又好了，连接有没有？可以一直晕，一直晕，一直晕，一直晕。他转黑妖了、欸，这是玩完射手。消。其实还是有机会赢啊，晕到就可以赢。再接龙啸，没中。再接一个晕，又晕到了，这会赢啊！只要打黑妖有一直晕到，还是会赢。可是前提是你的晕命要够高啊，晕命不够高，晕就是打输黑妖。这只打不赢那只，他那只等级高吗？我看一下，玩玩射手等级比较低耶、欸。再玩一场，提大人最多六次，所以这一只在这边等级算高啦。小黄晕起手。起手完之后换接龙啸，没中，没中之后再接小黄晕，哦，其实还是蛮晕的。你们看这个骑士的打怪速度就是这么可怜啊，就是这么可怜。不是我那只打太慢了，是骑士真的就是长这样子。但是有龙啸，至少你可以让怪不要一直攻击你，可以一直晕它，而且多一招晕。有龙啸的话，单练蛮强的，因为。你可以晕怪啊，怪对你的伤害就不会就是一直持续，尤其是晕那个奇美拉，那奇美拉太痛了。我看一下他的奥那个护身符点到多少，没点。我那一只应该打得更快哦、喔，可是这样魔力其实耗蛮快的、欸，你看我一直按啊，魔力现在剩一半，因为龙啸他一次的消耗魔力是50吧，40。跟冲晕差很多啊，冲晕一次才13而已，所以其实蛮耗魔的。这个回魔的收藏要弄出来啊，没有收藏公仔。但我跟你们讲，我买了一尊哥吉拉怪兽之王的公仔，20000多块，我买到现在已经2个月了，我还放在楼下管理室，还没拿上来，因为真的太大箱了，真的太大箱了。我而且我是跟谁买的，你知道吗？我是跟我们07盟友啊，他们在开那个公仔店的那种，他帮我找的。因为我们家真的太小了，想不到有什么办法可以放得下那一尊，所以一直放在那个一楼。因为我真的很喜欢哥吉拉，然后我又没有想说要收藏很多，我就想说我要买一尊我最喜欢的放在家里开箱，我就还没拿上来啊。那个超大一箱，你们知道吗？超级大，不夸张，大概是我2/3高。其实煮出来没有那么大，只是它的箱子超大。我想到要拿上来，我就觉得很麻烦，所以一直放楼下。放在玄关迎宾不行不行，我们玄关不能放东西，要维持那个走廊的整洁啊。有机会再开箱给大家看啊。啊，我找那个图片啊，有人开箱过，好像是这一尊，这一只我记得那个铁牛有开箱过，所以我一直在想，其他人已经开箱过了，我还要开箱吗？我纯粹是想买来收藏而已啊，不是为了那个，不是为了拍影片。这个借我看一下，应该不会版权泡我吧？它煮出来就是这样子，就是这一只。这只真的超级大，有兴趣可以继续看一下。而且它的那个底座啊，也很有质感。这箱子就这么大，真的很夸张。我没骗你们，它箱子真的就这么大，好像比这个还更大，很大啊、哦。然后它煮出来，它这个关灯还会有这个背起来会发光，很帅。放在楼下两个月了。日版的比较好看，我比较喜欢美国版的、欸。这只就20000多啊。而且还要找就是他其实已经找不太到了，是我那个盟友帮我找，找了好几天，然后才说刚好有一尊，我本来要买一尊更帅的，我找一个你们看，有一只那个算半身的头型哦，这一只，我那个时候啊，这一只要50000多哦，我那个时候去那个米粒桃园那间水族馆叫什么哦 X Park， 然后我们去完之后就逛街，然后就逛到一间模型店，我看到这一尊，我当下超想订。后来觉得这一尊，干这个空间要很大才有办法放得下。这一尊更帅，这一尊50000多。后来就选另外一只，本来要选这一只哦，这一只到那个时候还买得到哦，它没有缺货啊。因为另外我现在买的这一只，它是已经出一段时间了，所以它就没货了，所以那个时候才要找啊。这一尊当初是还有货的，就你订，只是没办法马上到，但是是有货的。它煮出来哇，干超级逼真，你们看它的这个细腻度。跟真的一样啊，放这一尊在家里多帅啊！然后也是关灯会发光，而且它这个座台也是超级精致，跟真的一样啊。只是这只需要的空间更大，后来就没买了。
我会把它拿上来的啦，把科吉再搬上来，龙啸出。好啦，不然我明天就把它拿上来啦，把它煮一煮啦，看龙啸会不会出啦。我每天开台，我就把它摆在我的后面。管理室应该觉得我是一个问题住户。呵呵